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成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终于等到你。谢谢玉婷的演唱，接下来交给静纯。我觉得她唱歌就是很稳，很好听，但我觉得我的风格跟他不一样，胜算应该，thank you.
谢谢靖淳的演唱。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靖淳，因为平常都是唱创作啊，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可是你选了一个杨乃文老师的歌，这是有什么原因吗？我说对方也唱别人的歌，我也想说诠释看看别人的歌，应该也不错吧。你说诠释看看，别人应该不错吧？那如果他唱创作，你就唱创作这样子。可以啊，来来来来，定高低安呢？小猪傻了。哎，他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子。哎，跟他唱歌的发音不一样哎。他唱歌咬字的那个发音跟他讲话的发音是不一样。对，他的讲话那个是共鸣在手这边，手那边，就跟陈松勇大哥是一样的，手那边有共鸣，对对，跟陈松勇大哥导播，导播，哎，差不多意思。但是这个两位的这个演唱，大家可以稍微回忆一下，因为其实他们两个类型完全不一样。那玉婷这个选手呢，就是四平八稳的，但是他的歌声跟他的表现，以及他整个人透出来的气质，就跟他的名字一样，很乖。如果说这是一道料理的话，它的味道应该是给那种有糖尿病的人要吃的那种，就是味道不能太重，口味不能太重那种。OK OK。对，所以它会非常的清淡。可是你说它不好吗？没有哦，它又充满了健康的营养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呢，这个靖淳呢，其实我唯一对《森林之王》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个选手，因为你在播出的时候我有看，然后我记得他是为他爸爸来比赛的，然后他爸爸叫他不要闯黄灯。对，没错。对，我大概记得这个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他，他就很呛，他说没有，他就一直要往后躲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实在太有特色了，就是他真的会有一种孩子，地球很危险，赶快回火星嘛，就是很想要叫他回火星。但是因为他的那种自在，跟他很单纯喜欢音乐那个心，让他在这个地球还活得挺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这个表演，虽然靖淳有一些小失误 ，right？ 我就觉得你干嘛那么忙啊？啊，后面不是乐手都还蛮专业的吗？这里都是 SHE 田馥甄在御用的啊！啊，你干嘛硬要自己弹？ Yeah. 啊，弹完弹那就从唱副歌就给他丢去后面，哎，想到又再拉回来再拉一下，哎，拉回来的时候嘿就不准了。今天这个东西让你有一点点有点干扰的话，那不如不要做，你就好好的唱。反正他也没拿吉他 ，right？ 对不对？那他没有拿吉他，你干嘛拿吉他？对不对？哦，对对对，没错，突破盲点，没错。那个玉婷，我觉得就是跟名字真的很像。我们要选你啊，就是走出来的时候就哎亭亭玉立的这个感觉。那我觉得今天你在台上唱这首歌的水准，我相信应该不是你平时最好的一面，因为其实有一些段落我觉得你唱的并没有很笃定的把你要做的东西要传递的很清楚，可能是紧张或是干嘛。那靖淳就是其实一直会蛮担心，就是你会去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一直很怕你会选错歌，但没想到你今天选了一首还蛮像你自己的歌。对，然后就是我觉得靖淳他的特色除了很呛以外，我觉得他其实是因为很慌，但他那个很慌的，就是只要没有严重影响到表演，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哎呦，听不出来我要投谁，对不对？听不出来哦。啊，下一位老师。没有，我们就要从你开始投喽。好，来来来，马上马上来。好，右键老师，请问一下你的选择。靖淳。靖淳，恭喜靖淳一票。信老师。加一，靖淳。加一，靖淳加一，靖淳两票。Era 老师。加二，靖淳。加二，恭喜已经三票过关。小朱老师，我投给存款不足的靖淳。靖淳，靖淳，恭喜四票。最后老肖老师，靖淳，恭喜靖淳晋级。我们也要特别谢谢玉婷，我们把最大掌声给玉婷好吗？谢谢你来森林之王。唱国语歌对我来讲是蛮不安全感的，所以会想的比较多。我觉得下次真的要挑我比较拿手的歌。